九戌谷的自我介绍时间。我叫肖子谦，今年11岁，来自长沙市芙蓉区育才第二小学。今天我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的是许光达的角色。你知道许光达是谁吗？许光达是我们最年轻的开国大将之一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就是讲的许光达小时候的经历，他在菜园里帮助奶奶和二婶抓贼，还有在这个学堂外边偷听课。晕倒了，先生。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演的是哪个角色吗？我第一次演的是饰演《巨人计划之勇气》当中的小王子。我记得小王子当时有一句台词：“听说羊会吃小灌木，是真的吗？”这个是小王子刚刚出场的时候给大家第一个亮相时的台词。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也是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嘛。但是我们导演说呢，在台上就是开心的玩，所以在台上也玩得很高兴。当时是什么情况下让你接触到话剧这个？就是正巧在网上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小演员的这个招募，但是我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在舞台上的感觉，于是就去试了一试，然后导演比较认可我，就让我成为了一名小演员。话剧能够增长我们的见识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平常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我在话剧院等你哦。湖南省演艺集团。